林梓彤，是你哦。拍摄，伊是阮出来做业配网红啦，夹唔到紧啊。拍摄，你应该是爱去另外一间才对。哎，等下等下，唔免挂人，我有识识人。林梓彤，你讲你是来业配哦？今嘛来当业配啊？吴小姐，我看你无遮尔啊熟，免直接嫁。等下，你拄则嫁唔对啊啦！我真啊吼是廖太太。哦，是哦。我叫是讲哦，是廖凯宏嫁入去你母家，该说母啊嘞。你，经理，恁今嘛吼，咱咧凊彩找人来做业配是毋？我相信 JW 会找林小姐来做业配，那安尼就一定是信任，认为林小姐的专业。既然阮小阿姨都安尼讲啊，安尼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只要吼，你家遮的珠宝吼，拢业配一届，讲甲好，阮小阿姨就是想要买，安尼我就帮你算。放我耍，我阁无想要放你耍咧。你嘛甲我听清楚，可是我若是通过挑战，你著甲遮桌顶的珠宝拢甲我吞落。安娜，你敢甲我跋无？林梓彤，你莫随便超过啊！莫讲是甲桌顶的珠宝拢吞落，就算讲是吞一件，迄嘛会死人诶。对啦，恁查某囝著上宝贝啊！我迄囡仔，互恁查某囝害死，迄条哪咧是要安怎算啊？哇，这林梓彤真直接哦，够杀的呢。好啊，那你莫讲这么济啊啦，你若是通过吼，我就凊彩吞一条啦。莹莹啊，好啦妈，你莫管啦。安怎？你唔敢？你拢敢，我有啥物唔敢？小珍。陆敏纯正，可是伊若是讲一套做一套，都直接把眼皮敷上。经理，麻烦你给我一双白手套。这是所有女人梦寐以求的珠宝圣地 ，JW 珠宝的 VIP 室，是不是很让人羡慕啊？今仔日我被介绍的这套珠宝就是璀璨星空。查某囝歹心伫咧含害人，做人妈妈的竟然只是徛伫咧边仔看尔。这套诶，唔但是获奖无数，甚至引起欧美名媛的高度关注哦。啊，林小姐。你真实在是做高介绍的呢，介绍到我做想要赶紧试看一下破的呢。是嘞啦，我拄仔是不是去买着茶啊？有破着什么人无？你目睭看无，蛮较安分呢。无啦。我无代志啊，无代志就好啦。林小姐，我伫遮，你拄只玩弄无？我无代志啊，也毋过你还遮尔高介绍啊，哦，多谢你的介绍呢，所以我即马决定啊，我就要买璀璨星空。小阿姨，莹莹啊，真歹势呢。虽然讲咱是家己人，也毋过哦，这林小姐实在是足专业的，啊，让我感觉讲哦，我若无买，我就真正吃亏啊。
所以对你较歹势啦，你输我啦。啊，是讲林小姐，这哦叫阮莹莹吞破链啊、吞鱼竿哦，拢做危险的代志啦。所以我敢会当拜托你，手洗牙关，即边帮伊刷好不好？只要伊莫阁继续找我的麻烦，安尼就好啊。没要紧，手落去才要出场。哎呀，多少姐姐一条未来海岸奈无去啊！哎，突然间无去啊！这条破链隔了一间套房呢。哎呀，不过咱所有人拢伫遮，无人出入啊，哪会雄雄无去？拄只只有伊来看过破链。而且在场的拢是咱家己人啊，只有因两个是外人，我看吼一定是因偷摕啦。原来这就是你的诡计哦！你莫讲遮尼济啦，加做加担当啦。奇怪，我明明就有把破人放进去啊，哪会无？我已经证明我的清白了，现在换你，你会当怀疑我？哪里我嘛会当合理怀疑？那条破人就是你偷的，你敢顶来我的名去看卖？是啊，比我蛮该在你敢有需要偷摕物件？林子彤，你莫想要趁这机会不劳而逸啊！姐，你安尼敢对啊？人林小姐拢已经证实家己的清白啦，假使讲咱莹莹若是无被照办理，人林小姐的助理哦，搁咧弄伊来呢，这影片也传出去，对咱莹莹敢好啊？你是我的小妹呢，你的手骨哪向我？不是，我嘛是为着莹莹咧想啊。假使讲哦，咱莹莹这款无讲道理的形象，去用放去伫个网络顶面，那咧对莹莹嘛是扣分啊。啊，那是让两边的事都要看到，安尼唔得害啊！好，你要看是？好啊，我就给恁看。物件明明就是咱莹莹偷摕，我就讲我无可能偷摕物件。无喏，你以前看到家己的物件都摕啊，摕袂着就用抢的。我搁在想讲哦，顺手牵羊是不是你的习惯？林子彤，你说说去啊！你若是肯承认，我给你直接调监视器。别这样子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既然物件搁伫咧。那就唔免麻烦经理啊。是啦，应该是头拄啊在看破链的时阵无细腻哦，落落包包内底啦。既然也是安尼，拄只咱莹莹讲硬假死，讲物件是林小姐偷摕，那你即摆应该是不是共回事实的呀？唉，这些实的哦，那是回了唔甘愿，不如卖回。真的是你，金玉小姐，真多谢你替我讲话。啊，对啊啦，我头拄仔都一直闻到你身躯顶的香水味，足好闻的呢。刚才当麻烦你甲我讲，这是多一个牌子的。其实这是我家己调配的香味啦。你家己调的？啊，我今麦伫爱福利食头路。啊，无安尼啦，连工你若有闲哦，来阮公司找我，我则特别调配适合你的香味给你。我即马哦，嘛家己在做面膜事业，希望有机会会当甲金玉小姐合作。妈，安尼哪能讲啊？啊，人健康办啊，原本就有一定的定数啊。啊，是讲你哪无陪爸做一个警察局？啊，
我就想讲哦，好多代志我也唔捌啦，就交予律师去处理啦。妈，你咧笑，根本是我看唔到啊。讲来讲去哦，爸嘛是分到真有福气啊。阿你哪里讲啊？我靠，讲唔对。把事情拼拼出来哦，就是靖宇最爱的哥哥陈文瑶，还有他的情人罗家峰。奇怪呢，他们都这么爱靖宇啊，是怎样都不爱看这个民主上，要对爸做到这么绝啊？这是关系到罗家的家产，还有罗安姐一条性命，所以他们当然也不可能轻彩啊。那是讲陈忠贤甲爸，拢卖做歹就好。啊，你的意思毋就是讲，恁哥甲恁前翁拢是正义使者，啊爸是歹人，所以应该诶。我毋是这個意思啊。好啊啦，是咪卖阁讲啊啦。恁爸即马拄着一款代志，大家心情拢无好。啊，毋过这个代志真正袂用怪真强啦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赶紧把你爸的关系处理好，其他的事情都不要再说了，凭我跟汉良的默契，他绝对可以理解我的用意。妈，啊，你不是讲，爸的关系即马上重要？那呢，咱即马就一个律师，咱咧教教。我看哦，咱公司遐尼啊侪优秀的律师，咱叫叫出来，叫因做伙讨论，看有啥物办法会当让爸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，安尼毋才对。啊，不过即马这样话，明仔载再搁讲啊。啊，袂用的啦，时间宝贵啊。咱要赶紧讨论啊！安尼爸，我们才会赶紧回来啊！行啦，哎，无静瑶做伙去啦，伊一个人在找我，袂放心啦。唔免啦啦，伊也毋是三岁囡仔，等下哦去洗洗，就好去休困啊。而且哦，伊若是把咱的情报讲予陈文瑶，还是讲罗家峰知影，安尼是要安怎？袂啦。静瑶，这边安尼做嘞。静瑶，行。阿妈，我看啊，恁去就好啊。我老淡要出来得休困啊，安尼这较会无话讲。好啦，啊无你一个人伫咧找，爱较细腻哦，吼。嗯。这时间会是什么人？想啊，今日是贼啦！伊足明显超工要放弃伊的脚步，无想要我发现，伊绝对毋是好人。我即马是变怎？皮革甲琥珀，是白汉良习惯的香水味。伊竟然这么好大胆，第一出来得要出我的性命。